前一人喎，因為兩個咧非常差。宝宝在我们家里家呢，上面都没有东西吃。别细啊，反正环境好。水鸡啦，红色水鸡啊，这个大只。这是我在采的家，找东西吃呢。哦，脚是绿色，黄色水鸡脚是绿色的。
地圣者。大安森林公园，红嘴水鸡，就在水面上滑水的。生活都是什么？还有生活在哪里？知道哪里东西吃？我刚才想帮他走。鹦鹉，两只啊，这里还有一只哎。
都未见啊！看到你兄弟，表演一下啊！脚黑嘴，蛮毛细细的，很可爱。一只红色水鸡，一只白鹭鸶。大安森林公园生态池，休息了，没有在吃东西了。在那里休息了。绿色的脚，红色水滴，绿色的脚。
脚就是跟鸡一样，没有蹄的，跟鸭不一样，是鸡啊，鸡脚。吃饱了，啊，真没有。上面来了，红色水机，跟这个表示绿的，对啊，绿色的。上次报上等你的哦，下楼抢食哦。进过来，东西很大，是不是想过来吃？哦，松鼠两只，水鸡也两只。
那个是你的。到这里有东西吃了。哦，这个贝贝呢，白色的，白点白点的。花，上面花掉下来了。花很。就是家里好像是花粉，
电影。当时在吃，伊人来了，刚才啊叫了老公来啊，哦，啊，伊个他在地牢里啊，就过来啊，我他都起码都未使吃，我怕他怕你啊，怕你啊，伊个都未使吃啊，他来伊那啊，我过去，啊听到啊又来啊。不要走，不要去了。他那脚蹄是黄色的，脚，但是脚掌是黄色的，所以是黑色的。三只金马鹿，一只水獭。
水机啊。